多欢迎啊！真的吗？那真是妙禅师傅开法会，这怎么讲？总有傻子会上当。哎这句不错吧？你们那么开心干嘛？他们认同。段演戏啊，你是歌剧改唱歌仔戏，你变调了啊？哎，我不过就是甘蔗不从两头吃，我中肯。你还中肯呢？啊，你是空棺材下葬，这怎么讲？目中无人。我还目中无人？你还不够目中无人吗？我说的那是100×0.1，这是事实啊。还事实呢？啊，各位瞧啊，怎么样，他就是政论节目的主持人啊，全凭这张嘴。最美是建立在你男朋友说了算的话，那你美的真的很不客观。哎，你知道男人在追女生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出一大堆有的没有的话来跟她说。他会跟女生说 ：“Baby， 你是我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。”有没有听过？没有。从你的声音听起来，如果你现在就听过，你爸应该会烦恼了哈。哎，我们保守估计哈，全世界至少有35亿的女性，在统计学上来说，一个男人究竟要爱过多少样本数才有资格说这句话？可能是要30万、50万或者100万，多少我不知道。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我们，哇哇哇，还敢狡辩！可英，孩子明明在这儿啊！这，公孙楚就休要挡在老夫面前！啊、站住！众将官，有、哎，给我搜！得令！公孙楚就，我扎死你！啊！车、啊、英、啊啊，不要拖住！大人不要，大人不要啊！拖住我的脚！啊，大人不要啊！大人不要啊！哎、那孩子跟我有干系。这戏跟我没干系。你们俩演得这么欢，我坐在这儿抱个大冬瓜，我都变成冬瓜茶了。哎，你坐下，你坐下。我不要坐下啊！这里面有我什么事啊？就快到你的戏了。我怎么这么不相信你啊？你们两个又公孙楚就又成英又这个又那个的，你们两个玩得很开心。这里面我就坐在那，我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演了，宝贝乖。哦，贝拉希一春流散，正式登场。早啊！三哥，你嘛稍等呢。三哥，你是要对倒去？我要来去台北车头坐高铁。嗨，头一句我就听不下去。干嘛？请问一下，这陈三五娘是哪个年代的故事？明朝啊。哦，明朝啊。嗯，明朝那会有高铁啊，还台北车站呢。对呀、啊。啊，对，我们这是哦佩拉希呀、啊，可以跳脱时空。我等一下要坐火箭去月球，你也管不着啊。对，我把这茬也忘了。哎呦，认真一点好不好？那再来，坐高铁。那、啊、你坐高铁是要去多位？我要转去。你让给我，我不信。不，你这人，你简直是。你太过分了吧！小林姐、啊，刚才的名单有错误了，你也得奖了，你们两个都得了最佳笑星啊！你再说一次，你们两个都得奖了，两个都是最佳笑星，我也得奖了。哎呦，哎哎哎，我也是最佳笑星呢，我们两个现在都是，哎，我恭喜你啊！啊，谢谢。我祝贺你、啊，感恩感恩，我佩服你、啊，我呀呀呀呀，你咬死你、啊！哎哎哎哎哎，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心胸狭窄？你都见不得人家好。哎，我心胸狭窄，我见不得人家好。啊，我们俩都是合作多年的好搭档了吗？那是我瞎了左边的右眼。